现在是9月25号的晚上的8点1刻啊，我们老哥带我们来这里，喀什的比较民主风情的一条街，对吧？来吃饭，好，我们给大家看看这里。不起眼，就是要喜欢吃这种民主风味浓一点的，啊，不要去大的餐厅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维族的一看就是维族的建筑，啊，这都是民族风情的，一条街。新疆拿。哦，拿在这里啊。大家看一下，那边就是新疆挠，啊，好多的挠，啊，窝窝囊，你说的所谓窝窝囊，这就是窝窝囊，啊，哎，我们这儿叫疙瘩囊，啊，这像这个就是油囊，可能是，啊，油囊，这油囊羊囊啊，啊，那是普通的囊，普通的品种，啊，很多种，啊，这个是有味道的是吧？啊，这是油囊，就是它里面放些那个油。放点油啊，哦，放里面放了油，放在那个皮子，对啊，非常香啊，嗯，对啊，各种各样的挠，嗯，啊，这里也是挠啊，这是挠，这是挠，这里也是挠，各种各样的挠，我们美女也喜欢吃挠。挠是这里新疆的一个主食啊，它这少数民族的主食，这个挠，对，嗯，它挠可以保存多少时间嘛？哦，干旱地方的话，保存个半个月都没问题，啊，半个月都没问题啊。在你们南方，可能这个梅雨季节啊，它就会长霉的啊，一个礼拜。但是这新疆这个挠呢，在我们这儿呢，嗯，家家户都买挠啊，对，家家户都是挠，一买一袋啊，落了房子，对，它是当主食用啊，当主食吃，主食吃。他们一般早晨。早餐就是馕和茶就行了，哦，或者晚上就是馕，啊，炒个那个大杂烩，对，是吗？很简单，对，也便宜，对，1块钱的、2块钱的、3块钱的，啊，不一样，还管饱啊，还管饱，对，1块钱就能吃饱，对，这个就是烤包子是吧？啊，嗯，这个烤包子跟新疆的乌鲁木齐不一样，拿六个，买俩包子吃，六个，嗯，熬到。好，我回答一下。这边是羊肉，啊，新鲜的羊肉。几多钱吗？73。大家看一下，1公斤73。啊，73。嗯，73块钱。73。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刀，大家看一下都是用面条拴起来的。啊，1公斤多少？73。73元。啊，73，1公斤73。一斤也就是三十。37。37块5毛。对，37块5毛。大家按公斤算。我们这儿全部都是按公斤算。对对对。不论斤，论公斤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什么？五花果啊，五花果，好吃了，好吃。啊，五花果还没看到过五花果，一直听说有五花果，都不知道，没吃过五花果。怎么样？这里就是五花果啊？好的，太好了。啊，他做饭了？来，口里看看明白吗？四、五、六，好吃。包子，包子毛子蛋。妈吃了，妈吃两根花。好的，木卡巴掉花了。木卡巴掉钱蛮大。那吃不？多少钱？哎，那什么？10块钱。怎么个？10块钱我有。我有10块钱。零钱没有，大哥。那微信。我有10块钱。啊，包的。10块钱，包好。尝一尝。你还没咋还是没吃呢是吧？还没吃过。好吃很这个。嗯。富泰利浦羊肉涛烤肉店，哎，老哥，我们进去。走。好，这里啊，啊，老板吗？现在割羊肉啊，新鲜的羊肉。我们进去呗。走。好，我们进去。我来。这怎么吃？就这样吃是吧？是啊，就直接这样吃啊？皮要剥吗？不剥，这样吃。你要愿意剥也行，我们一般我们都不剥。嗯，还挺好吃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个
无花果营养价值非常高。这个是第一次吃无花果，内地根本吃不到的。这你卖到外面卖不出去，我这人又坏了。啊，他卖不出去啊，他第二天他就坏，为啥晚上便宜呢？他第二天就坏了。所以晚上便宜把它卖掉。你早晨买的时候是10块钱三个。好。你到晚上10块钱就是6个。刚才啊。这里的烤包子跟。一人一个。跟那个乌鲁木齐的烤包子造型不一样。嗯。这里还是很一般的啊，还没带你吃更好的，今天先凑合着尝一尝吧。这特别香。这个怎么样味的？很香。可以吗？来，咱给我去扒一下啊。多香。好，晚上跟老范大哥喝点小酒啊。伊利特。啊，伊利特。来。我们今天拿碗喝。啊，拿碗喝。拿碗喝。大口大口的喝酒，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。你来一点吧。啊，他开车，开车，他不来。好啊，口感这个酒的口感不错。我把那个这样。来，老哥敬一下。哎，啊，大口的喝酒啊！哇，口味可以啊。怎么样？口味可以吧？这才是正宗的新疆生活，是吧？这个喀什这个地方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来，真的好地方。哇，羊肉上来了，这是羊肉吧？啊，这羊肉串。羊肉串。啊，给你送了两个馕。哦，这免费送的馕。馕就羊肉，喝着小酒。啊。小日子天天有。哎呀，来吃起来，吃起来，来一个。神仙也就过这个日子。对。哎呀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你没事，应该啊，前面擦一下啊，尖尖擦一下，有灰尘。对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好香，香吧？这羊肉不用太大，小小的一串就可以了。越小越入味儿。这个羊肉串今天吃是最普通、最一般的。明后天我带你吃高档的。高级的。来，老哥，再整一杯。来。Cheers。这是音响，很好吃。真的牙片子烤肉呀。我准备带牙片去，最后先问土公江了。来，馕就烤肉。越嚼越香。你可以啊，还蘸茶。对。这是这样的习惯。你可以，新疆通了一下的。那是要蘸茶。要不太硬了。蘸点茶好吃。那个苔藓拌的料就是大块的，对，是吧？喀什真的是好地方，我来了就不想走了，跟大家说实话。我还问老哥这里房价多少。要想当真男人就要到喀什来。对，这都是六味地黄丸啊。啊，老哥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六味地黄丸的吗？那个故事我跟你讲了。对，你回去回到上海跟你的家人讲一讲，分享一下这个故事。故事很简单，它体现啥？新疆的美食确实天下第一。是吧？